清洁保养。首先因为这个手臂挡住了，不好这里排挡，然后不好清洁的时候，可以先把气清掉，按住这里往上抬，气放掉，放掉之后这个手臂就掉下来了，然后现在再去把它进行清洁保养，按带往外拉，拉出来即可，然后标签纸直接只能重新再装去掉，然后往后面拉，拉出来，然后找来钢线布加酒精清洁。干净布到酒精，那这样就可以方便用手去单一方向擦洗，单一方向擦洗，左手按住这里，右手单一方向把擦洗，把灰擦掉就好了。记得一定要擦那个绿色条上面那个，单头四日常要保养，差不多每天都擦一次，或者是打印完一卷看待去擦一次。那其他这些部位你平时要清一下，清洁频率可以不用那么频繁，一般这些传动棍啊之类的，一个月清一次就好了。清洁之后就是这样擦洗它，然后转动一下，用手用力稍微转动一下再去擦它，把它整个圆面都擦掉。传动棍这是比较重要一个，下面有一个这里，然后标签经过地方也要擦洗一下，比如说这个位置是这里，日常保养基本上就是这些了。